跑男后期再也不用这么辛苦才能 P 掉蔡徐坤了。现在有一种名为 ProPainter 的开源 AI 技术，可以实现一键抠图。这个工具不仅智能，还具有流畅性修复功能，能够准确捕捉视频中物体的运动信息。这样做不仅确保了修复的准确性，还使得处理后的视频没有任何违和感。ProPainter 综合考虑全局和局部因素，能够精确地识别并擦除视频中不需要的人物或物体，然后通过 AI 算法自动补全背景。比如双人花样滑冰的视频可以变为单人滑，两辆小汽车的场景也能轻易变成一辆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只需上传一段视频，然后把你想要删除的部分标出来，系统会自动给它加上一层蒙版，然后再点击生成就抠干净了。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原本需要大量人工成本的工作。此外，这项技术已经开源了，对感兴趣的人来说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技术。